上是挺费时间的，我先出去。勾点这个花青的颜色，再勾点花青的颜色，这个不要平涂，平涂的话就会有点就会糊掉，就会比较闷不透气。这个这上面偏蓝色系的石头，因为花青，淡淡蓝色的话，用的花青。这里面都用花青染一下。这个花是很淡的，不要染得太蓝，蓝不好看。出头部，竹叶也要染，这个竹叶跟这个用墨染一下。再加起花下面的东西。